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网络行销的第十一讲啊。十一讲我们的主题哦，会跟大家介绍一样是广告啊。我们上一讲是介绍的 Google Ads， 我们这一个讲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脸书啊 Facebook 的 Ads。我想这个是两大广告媒体的巨擘，我们分两个集次跟大家来做介绍。那我们也非常高兴，还是请到我们这个学期啊所有讲次啊来跟大家分享的啊，经历数位行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啊徐福松徐总经理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实务经验非常丰富。我们请徐总跟大家打声招呼。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啦啊，非常熟悉的对我们的徐总，我们就进行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是脸书的 Ads 广告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广告媒体啊，在世界举足轻重，在台湾更是非常多人在使用脸书，所以它的广告效果非常的不错。好，今天我们就请徐总跟我们分享，我们会朝四个主题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社群平台，因为脸书本身就是一个社群平台，我们会朝社群平台的特性跟大家介绍。第二个是 Facebook 脸书的它的一个投放的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机制跟逻辑哦，所以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第三个是脸书广告的有几种方式的投放的方式啊，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些介绍。第四个是脸书广告的功效啊成效，我们也会跟大家做这以上四个主题的一个介绍。好，我们时间就切到第一个主题，请徐总跟我们分享一下社群平台的一些特性。OK，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社群平台的特性哦。其实社群平台呢是最近这几年，应该说最近这5到10年左右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词齁。在社群平台以前，人类的社交啊可能就是实际的一些聚会讨论，或者是在一些场合里面的社交。但是呢，随着网络的原因齁，我们现在的社交行为慢慢的可以在社群平台上面来进行了。那社群平台有哪些特性呢？第一个，跟你的生活圈去做结合，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可以连接到哪些东西啊？我们可以连接到你的家人，所以在脸书上面可以设定你的父母是谁，你的家人是谁，或者是你的伴侣是谁。所以这边呢，我们跟我们生活圈去做一个结合，然后他也会问你说你是哪一间学校毕业的，你在哪一间公司任职，上面都会有这些东西去把你的生活圈做一个连结的动作。第二个呢，社群平台的特性，它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注册才能使用。如果你今天没有匿名的情况下，不知道你是谁的情况，在社群平台相对而言比较难进行所谓的很难去做连结。当然有些社群平台的特性就是大家都可以匿名，你只有揭露部分讯息而已，但是它最终还是你要注册才可以使用。那第三个叫做朋友圈的连结，它可以跟你的朋友圈去做一个串接，你跟你的朋友可以知道这是谁的账号啊，谁把它做连接起来。在以前部落格时代还会有那种谁来我家，或者是谁跟谁又是好朋友，会去了解一下，这样串来串去哦。所以其实哈，这种就是属于社群平台的特性，它会把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动态把它串在一起。那第四个社群平台的特性，它的兴趣分析变得更精准了。社群平台因为它是从你的实名制的一个注册，所以你喜欢看什么样子的贴文，你喜欢看什么样子的内容，它其实在社群平台的资料库后面都会去帮你做一个标签。那标签之后，它会为了要让你停留在这平台更久的时间，它通常呢会建议你看的贴文会依照你的兴趣来去提供，所以它的兴趣分析就会显得比较精准。好，第四个行为数据完整，更正第五个哦，行为数据完整。第四跟第五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合并在一起的哦。
为什么是合并在一起呢？因为我们今天兴趣分析精准，某种情况下你要分析的精准，就必须要有什么？你的行为数据要够多，你看过哪些内容，你喜欢看什么内容，这些数据要够多才可以哦。所以呢，藉由这样子的一个社群平台的特性哦，我们可以统整到一个个人的讯息，其实非常多样化的。那我们通常呢，像我们一般来讲哦，为什么社群平台的特性哦，像我们可以看到从简报上，我们会藉由一个 app， 藉由一个 app 哦，像这边是以脸书为例，以 Facebook 为例，从 Facebook 这 app 里面，我们会去滑动，看好多人的动态，会看亲朋好友的动态，会去看家人的动态，然后会去看追踪一些特定的媒体，例如有人喜欢看车子的，他可能就去追踪车子的一些媒体的粉专。所以呢，其实哈，我们可以在一个 app 里面，在 Facebook 的这个 app 里面，它就会统整你喜欢阅读什么。然后你的行为呢，你可能是风险趋避者，或者是你比较爱好风险的人，或你比较爱好那种室外露营等等的，他去做一个行为上的帮你做一个偏好归类。那再来，他也会知道你的生活圈，你的生活圈隶属于哪一种生活圈，从你常常阅读的内容，可能你特别喜欢玩游戏，他把它归类你喜欢电玩，或者呢你特别喜欢的是在脸书上面去发表一些内容，个人观点，可能他会认定你是作家等等的。所以其实吼 ，FB 的一个 app 啊，它可以去追踪你好多的事情。好，我们可以看到吼，这是在社交软体上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哦，这个吼是老师这边有特别在简报上剪出来，这个是从浏览器。分散在不同浏览器哦，因为其实 Google 跟 Facebook 是拿来我们常常拿来做比较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简报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比较难将使用者的行为去做一个连贯，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哦，可能在手机我们用 Chrome 浏览器上面会记录我们的行为，可是跑到电脑的时候，电脑跟手机又是彼此分开的，彼此分开的情况下。你要去把阅读行为，还有我们阅读的兴趣啊、行为偏好啊，还有生活圈，你要把手机的跟电脑结合起来，会有一点点困难，因为 Google 它不知道这是属于同一个人，可是 Facebook 呢是可以的哦。你在电脑版的 Facebook 跟手机版 Facebook 看到内容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界面不同，所以。这也是社交软体、社群平台、社交平台它的好处哦，它的分析相对而言准确度会高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喜欢用 FB 来投广告的原因。好，谢谢徐总做一个分享哦。脸书跟我们的 Google 的 Ads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哦，它的差异其实刚刚徐总也提到了行为的。一些对接哦，就是人跟行为的对接哦，脸书是非常精准的哦。那可是 Google 还是有它的一个哦，目前来说，还是有它的一个不是比较起来啊、哦，没有脸书那么，因为它不是用账号来登录嘛。刚刚啊、哦，我想我们也跟徐总有聊到这一块，我想这个是最大的差异。那每一个媒体，两大媒体还是有不同的特性，我们在接下来再请徐总做一些分享哦。好，那第二个主题我们要探讨的是逻辑，它的投放逻辑是不是？请徐总跟我们做一些分享。OK， 好，我们这边哦，来了解一下以 Facebook 的广告投放的一些逻辑，但是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 FB 的一些原则哦。第一个哦 ，Facebook 是一个社交平台，而这个社交平台呢，它要做到的东西是什么？是要带给人们一个愉悦的一个心情上是一个愉悦的一个平台哦。所以其实哦，我们要知道说 ，FB 它的特性是社交，而这个社交呢，不是让别人来吵架，而是希望别人在上面呢，因为社交而让我们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友谊更加的融洽。那人跟人之间的连接更为密切，这是社交平台它的主要目的。那当然，它也是很 care 一件事情，要让人们的心情愉快为一个出发点，
会针对心情愉快这件事为一个出发点。那第三个呢，是它多半为浅度阅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滑脸书的时候，你是很难专心的看个半小时一小时，在一个贴文看半小时一小时，这是很困难的哦。你大概一个贴文呢，看个一分钟三十秒就滑过去了，这种是属于一种浅度阅读哦。所以 FB 的部分呢，你要提供一个是精简短的一个内容给大家。那第四个，它的互动哦要丰富，要有丰富的互动性，那它可以提高成效。所以其实这是 FB 的一些原则，我们在投递 FB 广告的时候，我们要掌握到这些原则。你要知道它是一个，因为我们通常在我们 user 在使用 FB 的这个 app 的时候，它的背景是什么？你可能是生活中有一段零碎的时间，可能呢在等公车或者等捷运的时候滑一下脸书，或者闲暇的时候去滑脸书，所以其实你不太可能是一个很专注的时间点，你是一个很放松很 relax 的情况下你会去滑这个 app。 好，我们在这滑这个 app 的时候，你也不太可能去 focus 一篇文章哦，那个需要有逻辑思考文章，需要静下心来判断文章，这种你也不太可能，所以通常多半是一个浅度的。那你会喜欢在上面停留，你会打开这个 app， 你常常会开这个 app 的原因，或常常会打开这个平台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在上面得到你想要的资讯，这个时候人心会有一个满足感。所以其实它重点就是要让你满足，让你的满足你的社交需求。好，这是它的一些逻辑哦。所以我们当知道这些原则之后，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在我们广告投放的逻辑上面要怎么做呢？通常广告内容要一个比较正向的情绪，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商品要在脸书上曝光，你如果是跟他讲拥有这个商品你的生活会多么的美好，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行销活动， Facebook 会给予你比较正面的回馈。可是呢，如果你在 FB po 出来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没有买我这个商品，你的生活可能会多么的凄惨。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行销的时候，其实 Facebook 是非常有可能把你的广告甚至把你的贴文做一个禁 po 的一个动作。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尽量是带给阅读群众一个正面的情绪的内容，它会比较符合 FB 的一个性质。第二个，夸大不实的一个广告内容哦， Facebook 里面它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尽量不去夸大，我们就单纯的陈述我们的产品的特性，但是如果假设有被视为夸大的时候，很容易被停权。那这个呢是 FB 其实很多人会有所谓的哗众取宠的方式哦，也就是说在做行销活动的时候，会大量的会用那种很浮夸的一些东西来去做一些广告。当然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很容易被停权，这个要尽量避免哦。那第三个，产品明了，那账号比较不会被拒登。简单说，如果假设你在贩售的东西是一双鞋子，你就跟大家讲，我是贩售的东西是一双鞋子，但是你不要写的很不明确哦，就贩售了一个包覆脚的东西。如果写的很模糊、很暧昧不清的情况下，其实呢是很有可能会被拒登的。所以你很明确的告诉他，哎，这是一个产品的情况下，你直接告诉别人我的产品是什么，这是我的产品，这样子的情况，你的广告账号比较不会被拒登。那第四个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吼。其实广告账号啊，都会有一个学习机制，这就有点像我们在跟人工作一样吼。我们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默契存在着，都会有一些哎，这个事情我做过，特别熟悉，所以我做起来特别好。同样的，FB 的广告投放也是一样，它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机器学习的机制。当它常常知道你投的广告都是跟运动用品有关，都是跟可能鞋子啊，或者运动的这种篮球啊、足球这种东西有关的时候，它会知道说你的广告就是针对运动类型的人来投递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广告成效会慢慢越投越好。可是如果你每次呢就一直重新换广告账号，你会发现根本没办法学习哦。所以其实广告它会有一个学习机制在的哦。第五点就是互动高的广告哦，通常投放的成本比较低，因为
Facebook 它是本身是属于一个社交型的一个平台，所以呢，它希望你看到广告之后，你如果愿意跟这个广告互动，在下方留言，不论留言是好还不好，或者是吐槽，它其实呢，对于 FB 的演算法，你就是一个互动。当你是一个互动的时候 ，Facebook 就认为这个广告有引发大家热烈的讨论，是一个高互动的广告，所以呢，它会给你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因为 Facebook 呢，就希望大家在上面互动，有互动呢，大家就会常常在这 App 上停留。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喜欢在这个平台上出现。所以其实这是 FB 广告投递的几个逻辑哦，这些逻辑你只要掌握，其实成效通常都还算不错。好，谢谢徐总分享那个脸书的投放广告的逻辑哦，这个是很明显的会跟那个 Google 真的是有一些落差不一样的哦，各位要去做一些区隔判别哦。那接下来请徐总跟大家分享一下投放脸书广告的方式啊、哦，有哪些方式 ？OK， 好，这个哦投放。FB 广告的方式其实它有也是 很多人会有一些迷失的状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方法一这边老师有截图下来、这是最简单但成果呢通常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成果，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经营一个粉丝团专业，我们就自己去点那个加强推广的这个贴文，我们常常会去点这个功能，其实这个方式呢老师通常比较不建议大家去做，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游击战的方式。我今天看到这个按钮，我就点选一下，然后它可能会叫你花个600块、900块、1200块去投递一个广告。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没有所谓的机器学习的特性，所以这种广告成效是有限的，通常老师不建议大家投。那第二种呢？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广告管理员。广告管理员的方式哦，广告管理员的方式，我们可以从那个我们的简报上截图哦，这是老师从自己脸书上截图。通常呢，我们如果有投过广告的啊，我们就可以点开来右上角有一个箭头，它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广告。那这个点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到一个地方叫做广告管理员。这种广告管理员投递的方式，它的成果就会比较明确了。你可以为什么这两种之间会有？从刚才的加强推广哦，跟这种广告管理员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差异？主要原因哦是在于他们设定的详细程度。在广告管理员，你可以设定的详细程度是非常广泛的。你可以设定的是，它大概会有三个层级可以去让你做设定。第一个，从演算法就有将近10种以上。的广告投递演算法可以来去投递，你想要曝光有曝光型的，你想要有点击有点击型，你想要转成订单的有转成订单型的广告，所以呢，其实藉由广告管理员，你可以设定的东西非常的多。那通常呢，建议各位尽量从这个广告管理员的方式来投递会比较好哦。那如果假设一开始没有广告管理员的呢，其实你可以找一些代理商。或者呢，你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第三种方式，所谓的企业管理平台。那企业管理平台呢，其实你只要在 Google 上面打一下企业管理平台，或打 Facebook business facebook.com 一撇 overview，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到达这个简报的画面哦。这个叫做企业管理平台。那企业管理平台有什么样特性呢？分权分工，成效稳定哦。这大概是企业管理平台它的特性。什么东西叫做分权分工成效稳定呢？主要的原因吼，我们都知道，其实今天呢，我们一个自然人，或者是我们一个不是公司里面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为了工作上或事业上要销售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想要去投广告的。所以今天会去投广告的呢，有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我要帮公司去做行销，我要在公司里面让公司的产品销售出去，要产生曝光，所以我们才会去做广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了，只要有企业有人在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人事上的流动，会不会有人员上的异动，会。那再来，如果假设呢，公司越做越大了，你的工作是要转移给别人做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会有
账号要提交给别人。那广告账号这东西呢 ，Facebook 的广告账号又是属于一个个人比较私密的东西哦，它是一个个人的一个 ID password。我们是一个个人账户去注册 Facebook， 如果我今天要把广告账号给别人，是我的 Facebook 账号也要直接提交给他，他才能使用。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当然不可能这样做，所以它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企业管理平台。你把你的广告账号归属在企业管理平台上面。那如果假设今天有人员异动，公司可能扩大了，你多了几个下属，你就可以把它加进企业管理平台里面，并且分配给他权限。那如果假设呢，哪一天你今天可能换工作了，那你就可以把这企业管理平台的管理权限提交给另外一个交接的人员。这个时候企业里面的广告账号资产就可以保留下来，就可以把它保留下来哦。那当它可以保留下来，你就可以做到一所谓的我们可以分权，分给别人，谁负责写广告文案，谁负责经营粉专，你可以做一些分权的动作哦。那借由企业管理平台来做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分权分工，那再来成效稳定，因为你的广告账号不会一直换来换去了，都固定同一个广告账号了，你的成效其实会慢慢趋于稳定。所以这个呢是企业管理平台它的特性哦。那以上呢这三种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投放 Facebook 的广告方式。好，这三种哦，投放广告的方式，应该比较常用的是广告管理员跟那个企业管理平台啊。对，以企业来说的话，应该比较通常都是用企业管理平台。企业管理平台会比较那个，刚刚徐总也提到了哈，会比较应该是方便啊，做一些权限管理啊，权限管理跟分工了啊，这样子会比较有效的来管理这个整个公司的脸书的广告。好，那接下来是不是请徐总分享一下脸书，当然它有它的一个成效啊，是不是请徐总来分享一下脸书的 Ads 的成效。好，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有讲到 Facebook 它有非常多的一些投放的机制，我们如果切换到 Google 切换到 Facebook 的那个广告管理员的时候，我们在建立广告就可以像这个 slide 里面我们简报上可以看到会有这么多种可以去做设定哦，它其实有非常多种的方式可以设定，超过十种以上的演算法，广告活动的特性，让你去投递广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哦。如果我今天呢是一个品牌商，我姑且先不追求营收，我想要让大家，我的这个短期计划呢是希望让所有的民众知道我的这个品牌，或者大家对我的品牌产生一个强烈的印象的时候，我们会投哪一种广告呢？我们就可以在简报上面看到哦，我们这种红色框框的地方哦，这边有一个东西叫做知名度跟触及型的一个广告，这边会有一个知名度、品牌知名度跟触及型的广告哦，这个呢，它就是针对曝光，大量去产生曝光，可是呢，它的曝光会不会产生有人去做点选呢？不会，也就是说，大家的使用背景是在于，我正在阅读一个动态的时候，旁边可能不小心出现了你的广告，所以像这种的广告特性啊，它的曝光效果非常的强，但是呢，会不会导流进到你的网站？会不会吸引别人打电话给你？不会，它纯粹只是建立一个锚点而已。所以这种特性呢、啊，是属于一个品牌认知哦。所以 FB 呢 ，Facebook 呢，它也很贴心的哦，它会在那个这个栏位的地方最上方写着一个东西，叫做品牌认知，品牌认知的部分。好，那另外一个呢，是属于所谓的触动考量。什么东西叫触动考量呢？我们希望让它产生某一些行为，产生某些行为哦。像是什么样子的行为呢？像我们这边红色框框哦，这是最常大家会去投的广告，也就是流量型广告。流量型广告就是希望别人导流，我希望别人看到脸书的广告，点选一下脸书的广告，然后呢进到我们的网站里面，进到我们网站里面，我们才可以对它产生销售行为啊。所以呢，流量型广告哦，它其实是做一个导流的动作，它是在做导流到网站上面。那其实这个是所有
在一开始投广告的时候都要先投这种流量型广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流量进到你的网站上面，进到你的网站的时候，可能一万个人进到你的网站，这一万的人的行为在做什么，那 Facebook 他才能学习啊，他才可以知道说这一万人他们在做什么，什么事情是你所关注的，什么事情是你所需要的，所以他可以针对这一万人的数据再去做优化哦。所以这个呢是流量型广告的一个特性。那通常呢在一开始投递广告，通常建议各位要先投流量型的这种。好，下一个呢是提高询问度，这个呢其实也非常的有趣，通常呢比较适合高单价商品或者是 B2B 的一个业务。可是高单价商品哦，会有一个像什么东西是高单价，像车子啊、汽车，或者是房子，或者是电脑，还有比较高单价可能是一些比较贵的家具哦。这种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开发潜在客户或者是发送讯息的这类型的广告。那这类型的广告它的特性是什么呢？你可以收集到客户的电话、姓名，还有他的 email，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安排业务人员去跟他做联系，安排时间，可能例如来到店面来做一些查看哦。所以其实哦，这种是针对于询问度拉高的一个广告活动，成效其实很明显。那通常针对 B2C 高单价商品比较有效，但是 B2B 做这一块呢，通常老师不建议。什么东西叫做 B2B 呢？如果假设我今天是一个CNC， 好，假设是那种车床啊这种的车工的工厂，我去投这种广告，其实成效会很差。所以其实呢，要掌握一下你的客群他们的使用者背景。那以这个来讲，针对于 B2C 高单价商品是适合的，像是一些贩售房屋啊、房仲啊，或保险业务啊，或者是或者是像车子啊这种 B2C 的商品比较适合。好，最后一个哦，最后一个呢叫做大家最喜欢的哦，转换行动，其实就是订单的数量。你看到上面写的转换次数跟销售哦，其实它就是你如果是电子商网站，这两个呢是必须要投的一个广告。它会帮你去找，你的网站里面有曾经下定过有什么样子的特质，然后借由这些特质去帮你找你的客群。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状况啊，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完成出，让 Facebook 去学习你的网站有什么特性，要哪一种客人，他自己会去帮你找。那这个呢是电子商业者里面非常常会来投递的广告性质哦。所以这边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在 FB 里面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些广告投放的成效。好，徐总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假使你要的目的哦不一样，你当然要做的投放的那个成效啊，就是你锁定的成效就不一样。比如说你只是要做曝光，你当然就是买那个曝光型的那个广告就行了。对，还是要触及的，还是要做转换的，都可以啊，来使用这个脸书，当然是 B2C 比较有效了啊。对，好，那谢谢我们徐总的分享，也谢谢各位观众的一个收看，谢谢大家，谢谢。